我是天使兽兽，我需要健康的食物恢复能量。我是恶魔脚丫，我需要黑暗料理恢复能量。天使兽兽，我来给你补充能量了，谢谢你佩奇。可是炸鸡腿和汉堡包不是健康的食物，我不能吃。放心吧天使兽兽，这些食物都是我用青菜做的，肯定很健康。那好吧，喵喵喵，果然很好吃。啊，我的电量怎么消失了？哈哈，天使兽兽，你真傻，炸鸡和汉堡怎么可能是青菜做的？我当然要帮助恶魔大人咯。哈哈，苏西做得漂亮，多谢恶魔大人夸奖，这是我给你带来的零食，喵喵喵，谢谢苏西。奇怪了，吃了垃圾食品，我怎么还没有恢复能量呢？哎呦，我的肚子好痛，我的能量怎么消失了？对，我既不是佩奇，也不是苏西，我是最喜欢恶作剧的丹尼。恶魔脚丫，你真傻，我给你的零食都是用蔬菜做的，你当然会失去能量了。哼，丹尼，你真是太过分了。略，我跑。天使兽兽，我来给你恢复能量了。哼，我不需要你的能量，这是怎么了？恶魔大人，我来给你送可乐了。哼，我不需要你的可乐。天哪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那我走就是了。等等，苏西，这一切都是丹尼做的。原来他们真的是佩奇和苏西。对不起，我们不该对你们那么凶。没关系的，天使兽兽，我再给你一份青菜。喵喵喵，哇塞，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青菜了，谢谢你佩奇。天使兽兽吃完青菜恢复五个电量。苏西，我的零食呢？给你，在这里呢。喵喵喵，零食真好吃。奇怪，我怎么才恢复一个电量？因为多吃健康的食物才可以健康成长，垃圾食品只会给身体增加负担。小朋友们，真的是这样吗？大家觉得我应该吃健康的食物还是零食呢？认同健康食物的就在评论区发送111，觉得我该多吃零食的就发送222吧，我听你们的。小朋友们，大家平时吃饭也要记得多吃蔬菜，荤素搭配，这样才能营养均衡哦。